我是公安六合坊的18年了，10月18号，潮州基地南方小站，16:30所拍的是 R19 站台电路。啊，开车了吗？开车了吗？差不多。已经用了3000行，还吊车。慢，全部都要离开了。如果没有搭这台专列的话，34。然后潮州基地，然后潮州站，我的6:31，10月18，3452次哦。关闭车门，拜拜。OK， 我们的当当一族彩绘。屏东铁道文化局彩绘列车专列，在潮州基地南方小站关闭车门。6:31，10月18号，拜拜，再见。我们的列车驶离。先等了，拜拜，再见。再见。耶，最美的风景就是这个景啊，真的太值得了。这次我们的展示，就真的很感谢台铁是举办一五百行的新车见面会，1501电车车王虽然只有一辆。但是其他陪衬的也不都不错，都是由限制主力为目的的车种来去做搭配，用3000型的3036蓝色带，以及也有952，也有900型的最后一个号码，还有1239明日细节的商务观光专车观光专列，还有我们的 R200型主力拉货列，还有我们最今天最新的1500型。1501电头车网，6:33，10月28号，拜拜，再见啦！你要一个三角线，潮州基地的三角。就我们今天那个，展示编组三节的迪士尼梦想号彩绘愿望，以及军列，对。那也很感谢，还蛮开心参与这次。我原本是同志大游行跟1500见面会去做选择，后来想说，我个人蛮不喜欢游行的。电子车啊，爆炸音比火车还可怕，那现在怪物很可怕，但是那电子音真的受不了，所以后来觉得稀有性1500一定第一，对吧？所以就来这边来潮州基地看看，还蛮开心的，这次的舒舒服服也拍完了。等一下10分，10月18号。那等一下在车站火车站我可以拍一些的，拍当当一族，然后快速就是认真的拍的，因为毕竟当当一族
然后六点多才会有。然后他们刚刚有说，就是操作基地它就封掉，对，4点半再办开，它就会封掉，然后全部都退回铁道园区这样，对。对，就是跟彰化山林车库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了。山林车库那时候还有吊车出来，让人家在旁边参与的，那这次就没有了，对。在观众给参与，啊，还蛮开心这次，啊，美丽的夕阳，对吧？在潮州活着，然后正式落幕，6:36，10月28。去潮州还去吃本汤，6:37，10月28。不用嘛，不用嘛，之前我教会。啊，难怪。在等我们的不用嘛。拜拜，不用嘛，之前啊。刚好。对对啊，积分10月18。哦，他可能在等不用嘛。对呀、啊。潮州站快到了，柳州，潮州到了。万事如意，再见，再见，潮州。柳州，6:39，10月28。第三月台，6:40，右侧开门，
当当一组彩绘列车，在潮州火车站停靠路。开车门，6:40，我们的当当一组彩绘区间车在我们的潮州火车站停靠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三，3、4、5、6次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当当一组，好了，就这样，我要赶紧拍摄我们的当当一组彩绘区间车专列，南方小站往返潮州。